想要在这个乱世发出声音，只有靠一种东西。只能靠自己。如果有人不想让我们活下去，那就别想有人活着出去。1925年5月，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愤怒的风波席卷中华大地，天津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同年6月，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天津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进行了浩大的声援游行，并造成天津工运史上震撼金门的砸玉大事件，它打响了五卅运动后天津工人和学生运动的第一枪。然而，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却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举起了大棒和屠刀。Don't make me angry! You are mine! You understand? Yeah.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beautiful. Yes, you are my love. Yes. You are mine. You are mine.开枪啊 ！Fuck you！ 没事吧？你们是谁？天津军校，霍振霄。我叫壁虎，郑成虎，叫我牛哥就好了。叫我大风就行，大风的大，风嘛，大风的风。都是我兄弟，没事了。走，送你回去。天津军校学生霍振霄，伙同周大风、郑成虎、牛奔三人，
蓄意伤害英国巡捕长官，特此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押入天津第一模范监狱。疏散离了红铜线。夫人，大少爷出事儿了。夫人，您怎么也不心急呀？这天津第一模范监狱，那可是个人间炼狱呀！里面那个典狱长简直就是个活阎王，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把几百号狱卒当奴隶使唤，稍不留神就上酷刑，多半人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呀。那些牢头狱霸们更是猖狂，他们按等级分成甲乙丙丁4个监区，尤其是那个甲字号的，盘着的可是海河帮帮主袁王会的弟弟袁武吉。这人比典狱长还要恶毒，要是身无分文又没点关系的话，浑身上下哪能留下一块完整的皮肉啊？听菜场的人说，监狱后门那条臭水沟总是聚着一群野狗，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带血的人肉吃啊。行了，你下去吧。火系父所致，父系火所益，都长这么大了也该知道革命和理想不能当饭吃，要想活着还得靠自己。爹我的们，省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是龙都给我盘着，是活都给我窝着。我朱彦龙只要求2个字：法和文。在我这儿，法则天地，谁要是敢闹事儿，别怪我不客气，前事不忘，后事之始。希望各位在这来精忠成名，依法作则，改造做人。荒唐！在这里洗心革面，洗出的是黑心，革出的是臊面。现在回去，叫你回去。吴三惨案余波未平，多少同胞尸骨未寒。站住！站住！这难道不算所有人的警示中吗？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怎会像你们如此颠倒黑白？你们宁愿把手里的武器朝向自己的同胞，长此以往，人家不仁，国家不亡。这你嘛，我知道你，哎，你就是那个砸了玉大沙场的工人领袖胡一栋吧？就是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害群之马，才把原本老实奔分的军门工人给带坏了，害得我们在这3天之内就任满为患。来人！老规矩，走。监狱的规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谁要是让我不舒坦，我会让他更难堪。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华儿女必将敲响他们的丧钟。这个朱彦龙真他娘的不是东西，什么他妈的典狱长，就是英国人的走狗、汉奸、卖国贼。闭嘴，走。
子就他妈不走。大风，走。看到了吧？满意吧？条件那么差，我怎么可能满意啊？他们可是我的恩人，我要求换牢房。正因为是你的恩人，这才给他们特别的优待。这个丁字号老区里头啊，尽是些老弱病残和一些不成气候的地痞混混，历来纷争很少。相比其他牢房而言，这里反而是最安全的。可是霍真笑他们在……小雨，朱先生，看在咱俩15年交情的份上。段大律师啊，你要知道，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英国人可是让我好好照料他们的。您呢，飞行。行，看在咱俩交情的份上，只要他们不闹事儿，我会看着办。其实吧，我要求的很简单，无非就是一个稳字。监狱出事，我这顶乌纱也不保啊。理解。那让您费心，我替小女谢谢你。不送啊！您忙。余章，咱什么时候对付那些打余大的个人？急什么啊？跑到这里来，还能跑得出去？刚才上面又催了，担心夜长梦多，要求咱尽快把胡一东那几个工人给灭了。上面，我就是上面。这几个人的生死都攥在我的手里头，我就是他们的阎王爷啊。不过，这倒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啊。在老祖有水之前，不着急动他。一轮明月不照，半生回忆到老，热热闹闹，纷纷扰扰，天地无限好。一颗清风含笑，半杯人间烦恼，熙熙攘攘，潇潇洒洒，人间走一遭。笑风声指点江山潇洒的你，听心中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变化的曲，总是前程似锦，风光无限，繁华落地。
地随水流去，看多少翻来覆去恩怨情仇执迷的剧，梦多少春花秋月人去楼空刻骨的心，难得云淡风光，朗朗乾坤，千峰音乐只待远去远去。一轮明月孤照，半生回忆到老，热热闹闹纷纷扰扰，天地无限好，一颗清风含笑，翻飞人间烦恼，熙熙攘攘，潇潇洒洒